早上先生，大大，你来好吗？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名叫杨达茂华弟，我今年38岁，我结咗婚，我冇小朋友，我孙未教，我已经在一系阿拉伯两年照顾三个小朋友同我一齐结屋嘅，跟住喺香港21个月一齐结屋嘅，我唔识做肉，但系我识煮嘢做肉。我識米蘇、米衣、米丹、米生果、米菜同米吉他。我識煮一種角蘇、青衣、青雞、酒菜、火湯同米吉他。我識整結奧嘅蘇蒂、馬蒂、西衫、龍衫、冬衫同米吉他。我唔勁教，我想在一喺香港4年。我想在一喺香港，因為我要揾到地氈俾屋企人同米自己。我會現成利，我會勤力做嘢，留沙同米學到啲廣東話。唔該，西先生，弟弟，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